是今天，今天黑小黑包还是挺辛苦。只要是你知道它的规律，也是不难做。展示一下婴儿的连体衣服，被我这么一改成这种造型了。它是原来前面就是这样的啊，后边它长的从底下捞上来。然后给它剪掉一截长掉了，全是纯手工制作的啊。看，这是我缝好的，就是手工缝的，没机器那么平，那洗两下就好了，洗两下就好了。看看，手工锁边恢复原样，恢复原样，这是手工自己做的，要稍微拉的要紧一些。哎，这就是我修改的婴儿的连体服，就是把长的剪掉，然后这是一个燕尾服的样式啊，是个燕尾服的样式，就这样就可以再穿，小孩子可以再穿一年，最少一个夏天嘛，一个秋天嘛，这长袖的啊，纯棉的。喜欢的老铁记得给我长按三秒，点强烈推荐哟。拜拜，今天的视频就跟你分享到这里，婴儿的连体服。
手工制作锁边。好了，拜拜。